大家好，我是阿海，我来自云南曲靖，也是一个农村人。今年呢有32岁，托了网友的福，给我介绍相亲对象。我现在在上海的相亲对象家里，这几天刚好没事，顺便可以帮阿姨收拾一下房子。等着相亲对象回来呢，可以跟相亲对象接触，看看能不能相亲成功。同样也祝福大家2023年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吧。我的眼睛看人群的，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情？握不住你从前的温馨。好久没有你的心，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，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，是我天空中最美丽的星星。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，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，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有感应。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。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，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？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，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。时时刻刻为你传不停，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。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？别隐瞒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。一颗爱你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着你的心灵。你和
感情，别隐瞒，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，别隐瞒，对我说，别怕我伤。还有几天过年了，同样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新年快乐。